头顶光秃秃，变氛围感男神系列。大家好，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客户。其实他头顶的亮感还好，边上现在有点长，相比一般发的人来说，他头顶这个亮感是比较好的，最多就是发型师上用一个自己的造型的话可能有点勉强。哎呦，你在配着假发的过程中，就是有没有被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同学发现过？除了你愿意自己跟他说以外，他是不可能看得出来假发。对，其实之前我戴之前也担心过，万一距离近了呀怎么样，万一给我看出来，其实后面发现完全看不出来。完成，直接看效果吧。可我生来就倔强，是热烈的骄阳。